藝術的世界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參與藝術創作的機會，只要喜歡又得到適當的培育，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一定會在藝術創作路上發光發熱。其實展能藝術家對藝術的熱情和才華遠超我們所想像，他們很多時候都只是欠缺一個機會。我們希望幫到一群展能的藝術家，將他們的作品帶到藝術市場。第一個方向就是展能藝術家的發展，為展能藝術家尋找商業配對和轉介的服務，讓更多人認識到他們的才華和能力。第二個方向就是社會共融和藝術共享，希望他們的正能量和他們的藝術能夠融入每個人的生活當中。第三個方向就是以藝術貢獻社會，我們相信我們的展能藝術家他是有這樣的能力去服務不同的社群，去教不同的社群做藝術創作，以他們的藝術去貢獻社會每一個角落。作為一間協助本地展能藝術家的社企，我們最大的挑戰是香港藝術文化產業的推動，令大眾明白藝術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食糧。周大都珠寶集團的理念是全創共享，秉持住 Do Good Feel Good 的企業文化，積極支持社會公益事務，推廣各類慈善和義務工作，亦都在 PMQ 這裡建立了一個叫做 Loop 的孵化器，為年輕設計師、工藝師提供培育空間，回饋行業。今次種子聯盟計劃下，我們和藝傳人 HKPC 多番開會溝通，藝傳人因為欠缺和商業客戶的實質合作，以致很多具潛質的藝術家未能被大眾認識，未能充分掌握商業客戶的要求和標準。針對這個問題，周大福集團落實了和藝傳人的合作，舉辦了一次雲上銀光扭扭展覽，讓展能藝術家有機會展示自己的作品，令更多人認識藝傳人，幫助他們開拓更多商機。今次已經是周大福第四次參加種子聯盟計劃，幫助到社企之餘，亦對周大福集團的藝術創作都很有幫助。長遠來講，我們都鼓勵藝傳人的藝術家和 Loop 的年輕設計師進行交流，啟發創作靈感，希望以後會有合作的機會。今次的跨界別產品展示啟發了藝傳人可以嘗試和不同行業的交流和舉辦產品設計展，有更多元化的跨行業藝術創作。在長遠獲益上，今次配對為我們的展能藝術家提供了展示平台，透過 Loop 讓更多人認識他們，為他們開拓了新的出路，有助建立日後更多商業項目的合作機會。希望未來可以協助更多展能藝術家將他們的作品廣泛推廣，提升知名度，令更多公眾、企業客戶欣賞他們的作品，為他們發掘更多工作機會。好多謝種子聯盟計劃和今次配對的企業周大福集團，希望種子聯盟計劃在未來可以幫到更多的社企。